周末游乐场人有点多，我们走快点吧。再等一下。等什么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刚买点零食给你路上吃。谢谢。啊，他也跟我们一起去啊？嗯，走吧。哎呦，我肚子疼。怎么了？肚子疼。不好意思，我带可可先去医院看看，今天就先不去玩了。好吧，那我陪你们一起去吧。不用，小西陪我去就行了。哎，